但是配合着中央为解放的政策，陆续开放风景区、甲休闲农场等等的场所，包括着关渡桥景观的六大园区、甲梅岭观音两个登山步道。其中位在柳营的德源陂荷兰村，为解放的第一个假日，就游客前来散步休困。我们主要是说，希望说提供一个游客可以散心的地方，同时兼具了一个所谓安心旅游的一个概念。所以说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我们在我们的每个点，我们都会设置一个所谓的实验室的一个登记部分，以及人流管控部分。像我们德源陂就大概是以500个人为总量的一个管制。那当游客进来的时候，先做实验室，我们也为游客来做一个体温量测的一个部分。观光局表示，这几天有加强派员到各开放景点巡视，包括着人流管控、实验室量体温、喷酒精，甚至是夜班啊提醒民众注意挂嘴安，保持社交的距离。大部分的民众嘛拢真配合。我们这几天观察下来，游客数虽然没有很多，可是大家的配合防疫的措施哦，在座位上真的是让人蛮感动。那大家都共同为这个安全旅游、安全环境哦，然后做好一份的一个职责。也非常感谢游客的配合，也呼吁各位游客就是在旅游的时候安心旅游，然后做好个人防护。观光局提醒民众，前往各风景区登山步道佚佗的时阵，一定要遵守防疫相关的规定。参就是荷兰村，目前就无开放用餐，人流的限制大约500人，请大家出外放松心情的时阵，唔通袂记得爱落实防疫。咱的新闻，王伟德、柳雅采访报道。